新疆爆辣炒米粉儿，然后配上我的小炸蛋，还有炸肠。哎呀妈呀，这个米粉有活动啊，宝宝们，平时是给你们发3袋，现在给你们发4袋。来封面。OK，开灶。它有4个辣度，一星、二星、三星、四星，我俩就是炒了2袋，3星的，完辣呀！辣的可过瘾了。好香。你们特别能吃辣的，我建议你拍爆辣款。你要是每个辣度都想尝尝，就拍4种，混合着你了。你知道吗？这炸弹还糖丝儿嘞。啊，太香了。除了辣，没有别的毛病。我就放了点肉和芹菜。这是我炸的那天那个排骨肠。就是前两天卖那29.9块15根的肠。它不像淀粉肠那么面，炸完它更紧实，更 Q 弹。好香。吃的摇头尾巴晃的。你猜，这家吃饭得40楼。你说刚才那个事儿，光不吃了，这一天就长吃这样。过瘾不？冒汗了，那咋冒汗了？嘎嘎过瘾。